自带马达的男人，他好快啊，花招百出的对手，他变了，你看一眼啊，孙杨，飞哥，这烂皮，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全面倒戈的仲裁，泳池大战，谁能夺冠？哇，怕了，三个字，弄死，弄死。今晚八点半。两位队长，亮亮、艾拉，我是仲裁何炅。这一次你们面对的是全世界公认的游泳天才，了不起的孙杨。不管你们用什么样的方式，你们只有60分钟来召集队员，组成你们队伍，请你们倾尽全力，务必要击败他。挑战不到了，加油！是我们的四勇士，跟他拼了！孙杨，等着我！我的要求呢，至少都要会游泳。游泳，我真的不行。如果电他一下，会不会令到他失准呢？摄影没关系，大家一起开心的玩就好。我来了是要赢的，对的，气势不能输。孙杨，我来了。我来。啊！你看他的表情有多懊恼。哎呦，青蛙跳啊你！各位亲爱的观众，恳请大家一点，不要记住孙杨蹲在往前的那个身影，好吗？你弱爆，你只有在水里才是神秘人物。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必定是注定是一场非常胜利的大会。我们的队员是有真材实料、真功夫的张兰心。哇！熊黛林。哇！哇，好性感啊！哇！陈意如哦，差一点，坚持。而且我呢，又是电影学院历届以来打破游泳记录的贾乃亮。没有什么想表达的，三个字，弄死你，弄死你。哇！这不仅是历史性的一刻，对我来说也是我的骄傲。世界冠军要弄死我！冠军队实力强劲，终结者队如何逆袭？通过三个环节，两队将努力缩小差距，实现平等对抗。第一环节，冠军能力展示，借助特定设施展现冠军顶尖技能。在此环节，终结者队将更加深入了解对手。第二环节，热身赛，两队通过非正式项目的对抗，终结者队有机会赢取锦囊。而锦囊将会在最后正式比赛中有效帮助终结者队挑战冠军。第三环节，正式比赛，终结者队将依靠热身赛赢取的锦囊和自己准备的道具与冠军展开正式的激战。九队隆重出场，贾乃亮、艾玛、李承铉、熊黛林、陈意如、张兰心。
当当当当。哆来咪发嗦拉西哆。按身高排列。我的特点是公不公平看心情。刚才那个当当当的，我心情非常的不好。不是这样说的，九哥哥，你冷静一点，快快来，让他站到最后面。陈意如站在前面。心里好，心里好，快点，快点，快点！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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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乖乖，都很乖。我特地找来了熊黛林，然后还有陈意如来那个作为颜值担当的部分。哦，他们两个是颜值担当。对，因为其实熊黛林基本上不太会游泳的。不太会游泳的。哇！什么？所以呢，他今天的功能非常清楚，他就是来为我们展示泳装的部分。是好像有在那边看到那个游泳装备里有救生圈这件事情，是给对 ，just for 熊黛林。我的，张兰心，你也有游泳？国家二级运动员，游泳。没有，我怎么记得你是打哦？你是因为拍戏才学的，跆拳道也是跆拳道是全国冠军，那个最专业。哇塞！没事，不要惹他。所以他明明应该站这边呢，他是冠军队的。不行不行，他冠军已经太厉害了。是的，就是一场不公平的竞争。我们的六位将要面对的是世界冠军，我们心目当中的游泳王子。掌声欢迎孙杨上场。2011年7月30日，第十四届世界游泳锦标赛1500米自由泳决赛。世界纪录！当尘封已久的世界纪录被重新改写，人们记住这个身材高大的中国男孩孙杨。1.98米臂展，两米一二。Oak length is over 3 meters. In a race, no one else in the world has that. 难以企及的天赋，超乎寻常的勤奋。年仅20岁的孙杨开始闪耀世界泳坛。2012年伦敦奥运会，孙杨夺得中国历史上第一枚男子游泳奥运金牌。2013年巴塞罗那世锦赛，2014年仁川亚运，2015年昆山世锦赛，不断被刷新的历史记录，让世界陷入震惊与疯狂。加油！冲刺！漂亮！孙杨蝉联了这个项目的冠军。作为男子1500米自由泳纪录的保持者，孙杨在中长距离项目的霸主地位同样难以撼动。迄今为止，已获得23次世界级冠军，而他还在不断创造着历史，成为名副其实的 China Song。我真的不会游泳，我只会潜水。我会保护你。我会保护你。哇！孙杨，你人生当中有任何的弱点吗？我怕痒，好怕痒。除了怕痒，怕电吗？怕不怕电呢？你们要在一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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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起。我只接受亮亮的电。我今天接受是亮亮的邀请。哦，我们是 CP。脸红了。好，今天我有4个好朋友要介绍给大家认识，好不好？来，掌声欢迎他们。接下来呢？就开始我们今天首先一个能力展示，我们先热身一下，别先热身，先孙杨带领我们，先热身。哇，好感动，好感动，孙杨带领我们，真的。先活动脖子，对。游泳为什么不活呢？游泳是需要靠肩啊，这一块都是连着整一块的神经，它都是连着的，对对对，对对对对。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把两边都拉开。手呀，动一下呀，请早上练习。学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小鸟，你
笑，明明做人可气，快乐容易。爷爷说的容易。好，非常好，这是一个专业的暖身动作之后，开始我们今天第一个的能力展示，50米竞速。能力展示一，50米竞速，游泳赛场，速度决定胜负。在这一环节，双方队员需游完50米。终结者队率先出发，游至25米，孙杨出发，以奋起直追的方式展示他出色的积水速度，感受体育魅力，展现运动之美。欢迎收看浙江卫视大型励志竞技体育节目《来吧冠军》。本节目由更解渴、更好喝的小样五酸盐独家冠名播出。小样五酸盐，轻运动，更快乐。来吧冠军，由挑战下个位置雷克萨斯 NX 取自全球健康全家的康臣倍健联合特约播出。那现在呢，给大家介绍各个泳道的运动员，他们分别是一号泳道张来信，二号泳道陈嘉桦 Ella， 三号泳道也是队长亮亮 Jenna， 四号泳道也是他自己的幸运泳道，我们的世界冠军孙杨 Jenna Song。好，五号泳道李承铉。接下来六号泳道陈帝儒，七号泳道是今天重点的保护对象，水性不佳，而且据说不太保证能够平安的游完全程的颜值担当熊黛林小姐。各位准备好了吗？跟着各位是的，您看到的就是我们的艺人朋友们已经纷纷出发了，现在熊黛林还在研究一个出发的方式。哇，不得不承认贾乃亮和陈艺如是不错的。而这个时候贾乃亮速度非常的快，好，现在孙杨已经入水了，他采用的是自由泳的方式。哇，这个时候果然如我们所料，已经轻松超过李承铉、陈艺如、贾乃亮。好，孙杨到了，接下来陈艺如到达，李承铉到达。而这个时候各位给熊黛林掌声，他几乎已经赛程过半了。虽然我们熊黛林游得慢，但是他有一个优点，妆完全没有花，超棒的。他现在累了，换了一个仰泳的姿势。是的，我们的艺人朋友虽然速度不是很快，但是我们的泳姿会得很齐全。张兰心还有最后的3米就到了，张兰心到达，哎呀到达，熊黛林，熊黛林，太不容易了。现在熊黛林在努力的调整自己的呼吸，辛苦了，太不容易了。这个是不是你想象的要难吗？比我想象要难多，因为一开始我们是有战术的，所有人一起前25米要慢慢游。都是骗人的，都是骗人的，快先的，我是故意的，游那么快先游。他是第一个奖，我前20米狗拥过来，为了胜利，结果你们不都已经走了。
一个队伍输赢其实是在其次，那种团结是最重要的。从现在我已经宣布你们败掉了，好不好？不战而败，我们好惨啊！我们这样，我们先看一下目前这个成绩，看他怎么样。孙杨，你预测一下你的成绩是什么？多少？24秒左右。不可能！不可能吗？不可能，差零点几吧？可以，可以。好，那么孙杨的成绩是。23.24，相见不如怀念。那这样，我们再给大家震撼一下。啊，你们规定一个时间让他游一个50米，30秒之内，你能游准50米吗？给他1秒内的误差，就是29或者31都算他好，对，都算他好。好，他要是30秒游准了，我喝水。你喝这个水？我喝口泳池的水。那我30秒泡脚。嗯。等等，你先让我喝完，你再泡脚，好不好？你别喝水了，你喝小样吧，好不好？行，我喝小样。30秒喝一瓶小样，来一瓶小样，先准备。盐，好吧。能力展示二，精准时刻，划水节奏是游泳技术的重要指标。在这一环节，孙杨将限时30秒游完50米，误差不超过1秒钟，以此展示他对游泳节奏的精确把控。各位。不要再给他了，他喝太多了。孙杨30秒准确的游完50米，有信心吗？孙杨，有。好，请亮时间。第三项能力展示，其实跟游泳不是有100%直接的关系，接下来是跟力量有关。我将会给你们2对1的可能，也就是我们的水下拔河。能力展示三，水中拔河。在泳池中，比赛双方通过浮台和绳索连接，以拔河的形式游向本方目标旗帜，率先拿到旗帜的一方获胜。那你们派谁？派哪两个？我觉得应该要派最强的。作为队长，我爆发力好。你看刚开始50米的时候，我前面可能游得更快，但是我爆发力，我可以瞬间把他拉过来，拉过来10几米，他差不多拉到浦东机场去了。谁拉谁，那就待会儿看了。你们的排兵布阵是程炫和亮亮，2对1。两个规定：第一，脚不能在水底下走；第二，不可以拉扯绳子；第三，不能赢过孙杨，是吧？这也赢不过，你很无耻，也赢不过。如果能够赢孙杨，算你厉害。好，请下水。哎，哇！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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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亮亮，好。我们为了加深难度，何老师待会将会坐在这个台子的中间。来，双方就位。孙杨，你是我的偶像，虽然我很崇拜你，但是偶像是用来打败的。摇起来！
什么你们在往后游？加油！游起来！游起来！加油！加油！加油！游起来！好呀！金奈利，金奈利，金奈利，金奈利！加油！可以的，可以的。他没劲了，没劲了，加油！加油！孙杨还有一点，冲了！获胜，真太厉害了！哇，我怎么可能会这样？不知道，而且你们俩刚才看起来好厉害，你们特别努力的在往后游，看起来好酷哦。我们现在比的是花样游泳，对不对？各位亲爱的观众，大家可能在很多的世界级的比赛当中看过孙杨矫健的泳姿，但是他倒立的大腿大家应该也是第一次看。我真的努力了，我穷尽了我毕生的力气。我明白这个累，孙杨也很累。这样好了，跟孙杨商量一下，我们把这个浮台距离呢往中间拉近一点，给你们加一个人，如果他愿意再陪你们三个人玩一次，但是这要看你们怎么说服他了。孙杨可不可以？孙杨你看一眼啊，孙杨你们四个都孙杨，孙杨他就说好好好，给他们一次机会，你赶紧把绳子绑上。何老师，真的，你要三个人对他，你我们再输，我们还玩什么呀？你们没有让一步，对不对？太厉害了，很努力的在输这个比赛。我找到了这个节目的真谛，谢谢，专门打击演员的自尊心。好，现在陈意如意准备上阵了。水上拔河比赛开始，开始。美丽的，哎呦！哎呀，你要被鸭子超了！我来了！完了！感受体育魅力，展现运动之美，欢迎收看浙江卫视大型励志竞技体育节目《来吧冠军》。本节目由更解渴、更好喝的小样酸盐独家冠名播出，小样酸盐，轻运动，更快乐。来吧冠军由取自全球健康全家的汤臣倍健。冠军的座驾雷克萨斯 NX 联合特约播出，本栏目由方太高端厨电领导者特别赞助。我的心情丢脸了，快点坚持，别告诉他，让他自己。拿到了，早就拿到了。晴天霹雳啊！就是大概开始之后十几秒。又来！哎呀，又来了，花
又开始用大腿羞辱你们。不要露大腿了啊！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嘚瑟是走大腿嘚瑟。刚才呢是我们的能力展示，那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的热身赛了。我们热身赛的第一场马上就要开始，终结者队的朋友往后看，如果你们获胜，将会赢得锦囊。哇！360手机，我待会儿会刷开给你们看，里面会是什么样的一些秘密武器哈。好，所以一定要赢，好不好？好，一定要赢。好的。热身赛的第一场，这个就厉害了，在草上飞。哦。在泳池中铺设悬浮的50米竹席作为赛道，比赛双方需奔跑通过赛道。终结者队派出3名队员与孙杨进行较量，以此展示孙杨过人的身体条件和运动协调能力。草上飞对决，预备，张兰心、陈玉茹。张兰心现在在挣扎，我们掌声给张兰心鼓励，加油！加油！他现在表现的是一个运动精神，其实现在他是运动精神，爬也滑到终点。好，张兰心到达，掌声给他！哇，已经很棒了，很厉害了，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兰心为什么滑到一半开始有一种非常非常悲伤绝望的感觉？追不上，我明白。不过他完成了也是很厉害，一沉下去就来不及了。对，但是到目前为止成绩也是保密的，我们还要请孙杨、亮亮上场，好不好？来，加油，加油，来吧，加油！孙杨说他要先来，我没说，你没说呀？啊，那我先来呗，你先来呗。好，就这么定啊。心动，水上漂，混混混，水上漂，计时。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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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起来！起来！开挂！加油！加油！再快一点！跑得好帅，可惜头发中分了，可惜头发中分了。他没力，他上一次比较倒了，他没力。拼尽了全力，刚跑完一会儿。来吧，冠军小样的，来。好，孙杨就位了。他很重，所以可能是个弱势。预备，计时开始。加油！这里面有的一拼，我不服。怎么了？他凭什么跑那么快，还游那么快？因为他裤子短。好，我们来看一下成绩。
们现在要选一个锦囊，我要取消这个锦囊。啊！左边那个你选的哦。好。刚才这一轮，我们的终结者队输掉的锦囊是。很厉害，如果手谱运用得当的话，可以把游泳速度增加一倍。好，你们失去了手谱，而我得到了一台360手机。尽量输没关系，孙杨，他再输那台归你啊。如果说刚才的项目都是孙杨的强项，那么接下来就是为我们一人队度身定做的项目，叫做抢镜王。热身赛二。抢镜王在泳池中设立8个圆形浮台，双方队员在得到指示后迅速抢占指定浮台，并按规定动作进行拍照，拍照多的一方获胜。比赛限时3分钟。这个游戏应该说是热身赛里面非常非常耗体力的一个，而且这一次很残忍，我们孙杨呢是要1对6，你们6位全部下水。是何老师，我想说一下，就是第一个跟第八个大家小心点，因为这里的水比较浅。第一个跟第八个小心一点，世界冠军提醒大家那个水比较浅。人真好。6位你们各自要认领一个 pose， 好不好？好。那么首先洋洋你的 pose 是哪个？哇，太阳神。哎，这个动作我觉得特别 man 哎，所以我觉得应该要找一个特别不 man 的人来做，那个效果会比较好。谁？当然就是熊黛林啊。可以可以，很帅。第二个动作，来，我们请吴六爸来试试看啊。好，这样一个扭曲的 pose， 哦 ，Ella， 你非常准确的把握住了他的神韵。这个动作被Ella 认领了。接下来是 Lucy。这么 Q， 我觉得蓝心和易如都这个好了。好，下面到圆圆。今天其实有两个动作。哎呦妈！什么？哎，可以可以可以，好亮亮亮亮，这个动作可以。哎，可以啊，可以，难度很难的。可以可以可以。好。那孙杨呢，我们提供3个动作给你挑选，我们熊黛林示范一个。不能光做动作，你要把我每一个细节都要学到。你要把我每一个细节都要学到。OK， 可以是这样啊。啊，提画。啊，提画。啊哈。这是一个好，蓝心，蓝心再来一个，哇，哇塞，我踢不了那么高，啊，我也是相当有难度的啊，是什么？我让你针对我，摁死我，来，啊，他们3个你挑哪个？啊，我说亮哥的。啊，熊黛林吧。我想跟你配合一组，你就是不跟我配合吧？我不是，我不跟你，不是我不跟你配合，因为还有其他选手在，你知道吧？我就想跟你配合一组，我就想跟你配合一组。哎，其实我给我2个机会，我就加一个亮哥。其实我特别想选亮哥。这样，如果你第一次成功，你做熊黛林的；第二次成功，你就做那个好亮哥的，好吧？葫芦，好吧？因为你会有第3次成功的。我们就要想办法阻止他。各位，请下水。哇！一共只有3分钟，计时开始。一号台。
们就不聚集在一起，你们要猜测一下下面会开放哪个台。现在孙杨已经站上去了，孙杨已经站上去了。其实我已经尽力的就近想要给予一些方便，但是孙杨实在是太快了。我们看一下你们的照片，来，这是第一张，哦，很标准呢。这是第二张，哎，2-1，2-2平，3-2，3-3平。这是程炫是吗？李程炫有两张是吧？这是3-4。好，下面呢？哇，这张完全好冷静啊！好，4-4平，然后呢？还有吗？没有了，4-4平啊！哇，
平局啊！天哪，太感人了！我们竟然可以平手，我有点好厉害啊！还是把锦囊给我们吧。我压力特别大，我其实本来想一直就近你们的喊，但是我刚喊了一次八号的时候，孙杨就看着我，何老师，你作弊，你知道被孙杨说我作弊，你知道心理压力有多大？何老师，我觉得这局给他们赢没有关系，但我想说句公道话，我们不要，我们不要，你傻呀？为什么？不要，不要，为什么不要？但是他们赢的那两次全都是人已经站在上面了，我觉得就是已经丧失了。我没有自己爬上去的。你没有啊？你就在按道理，大家就是你一定要到中间来啊，你不能站在。你也没有到中间呀。啊，讲，都已经平手了，还想怎样？没，你们赢了，你们赢了。好，这样，为了公平起见，你们得锦囊，但是我让孙杨帮你们挑，这样公平吗？对不对？好不好？好，剩下两个锦囊，你帮他们挑哪个？好，帮挑中间那个吧。好，来。这个是什么？限制泳姿。限制泳姿，让我们限制泳姿还玩啥？不是不是，傻呀你！你有泳姿可以限制吗？我特别想知道那个是什么。那个，下一轮赢了就会知道是什么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运水大战。热身赛三，运水作战，在泳池一侧设立装备区，双方队员需通过地面障碍获得吸水装备，并游向对岸蓄水装置，两桶中水位高的一方获胜。比赛双方同时进行，限时五分钟。何老师啊，他们有那么多人，他们可以换，我这一个人你跑完，我的脚就废了，我的脚。所以我们才有机会赢啊。所以说我们往死了拼，也要在这个地方争取更多的时间。好，来，双方就位。好，来，预备，五分钟运水大作战，计时开始。多拿一点呢，多拿点，多拿点。亮亮只拿了一个小鸭子，哎，真的好厉害哦。哇，孙杨拿了好多被子。艾乐，你拿了些什么？哇，孙杨好贪心！你看他拿了那么多。孙杨，你在搬家吗？你怎么还拿了个架子？架子就不用了。好，军大衣最新流行的必备的啊，他把军大衣穿上了，好，泳镜也戴上了，被子也拿起来了，抓紧时间，抓紧时间，这很重哎，第一次看到孙杨这样的游泳，哇哇哇，鸭子快一点，鸭子，鸭子，完全是一个马达在后面。孙杨，孙杨，被子没有吸水，被子没有吸水，太可惜了。但他棉被还没吸到水，这么厉害的，他很聪明，他到了再吸水，到了那边再吸水。鸭子，鸭子，哇，那边鸭子没什么水哎，鸭子怎么都是血血啊，不吸水，哎，老加油，慢慢来慢慢来，在喊人救他，
去，对。好，孙杨他把他脱下，不然他上岸非常麻烦。然后好，加油加油。对，没错。小心地滑。小心滑的。小心滑。放进去就行了。他回来了，准备，准备，接力，接力，接力，体力耗尽，艾拉也跑回来了。孙杨，孙杨，你要把那个运进去。孙杨，你自己要把它运进去，对。哇，他拿的是两船被子，两船被子。孙杨又游回来了，速度非常的快。加油！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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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哎呀，太疼了。哇，这两位看起来这样是厉害的。孙杨很聪明，他拿双鞋然后把它穿上了，太聪明了。好，谁在用爬行？那是谁？亮亮吗？亮亮亮亮。好，孙杨又回来了，步步紧逼，步步紧逼。啊啊！我要游，加油！哇，孙杨又入水了。孙杨最后30秒了，小马达一样的一个速度。孙杨太帅了吧！好，亮亮已经进水槽自己去踩了。他拿太多了吧。好，最后的15秒钟，蓝心加油，张蓝心加油，最后的10秒了，所有观众跟我们一起倒数，蓝心加油，10 9 8 7 6 5 4 3 2 1。 OK，不行，我得挤，何老师，我得挤一下，我还没挤呢，我还没挤呢。一个胜负心非常严重的一个冠军，我再挤一挤。孙杨可以回来了，我都没水。孙杨，导演已经计过数了，所以你现在压也没有用了，来，快回来吧，游回来吧，回来回来，你快点游回来。好，我们现在来宣布结果。首先，5、6、8告诉我们，我们终结者队的成绩是，终结者队的成绩是19厘米，19厘米。Lucy， 接下来告诉我们，冠军孙杨的成绩是，我们奥运冠军的成绩是。终于有一个环节让他们绽放了笑脸。好，你们赢得了最后的一个锦囊。看看我们的终结者队将会拿到什么样的便利条件，来跟孙杨在最后的游泳比赛当中来增加一点胜利的希望。游泳健将，游泳健将，我们有外援，我们有帮手吗？这意味着等下会出现真正会游泳的人。接下来我们所有亲爱的观众朋友将会来见证两队的正式较量。
到底我们的六位艺人有没有可能在游泳这个项目战胜世界冠军孙杨呢？来吧，冠军！掌声有请世界冠军孙杨和他的对手终结者队，有请双方上场，请就位。首先是 Ella 代表我们的终结者队来下战书。今天为了感受体育魅力，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友谊第二，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我们六位成员：贾乃亮、张兰心、熊黛林、李承铉、陈亦如、陈嘉桦，在全国观众的注视下，在我们公正仲裁员何炅老师的公正之下，正式的向游泳冠军孙杨立下战书，发起挑战。今日我们必将全力以赴，来吧，冠军！请在我们的应战台上按下你们的指令，表示你们待会儿会全力以赴。加油，加油！好，今天我们的正式比赛分为两轮，第一轮将会是四场50米的较量，每一轮都有一个不同的游法。第二轮将会是一个400米的距离，你们用的是接力的方式，而孙杨将一个人完成。有没有信心？有。好，双方呢现在到应战室稍微商量一下你们的这个策略。祝你们好运，待会儿赛场见。赛场见。第一轮出赛人请举手。两个队长，对，然后我们要指定游泳的方式，是我们要限定它仰式。仰式没问题，仰式是最慢的。没错，其实除了锦囊，比如说限定它用一只手游。其实很难保持平衡，一定会减慢它的速度。另外呢，还有一个方式呢，是让它不用手，就是只能用脚。那就慢，对不对？那就慢。水的时候最慢，他脚很快的，像马达一样。他好快，他好快呀！等于发动机在后面。我突然瞥见，就是旁边有四只非常大的黄家驹。等到这一刻，今天晚上前面所有的铺垫都是为了此刻的胜负。今天一共有四轮的50米和一轮的400米，在这五轮比赛当中，只要终结者队有一轮获胜，都算你们挑战成功。一定会赢的，只要赢一次就好。对，只要有一个人成功就算胜利。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始第一轮的比赛了。我来为大家介绍运动员。首先在第六道的是我们终结者队的队长贾乃亮。加油队长，加油。在第四泳道的是中国的游泳王子，我们的孙杨。太帅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始第一轮的比赛了。各就各位，
去了？他在哪儿？加油！我泳镜掉了。他泳镜被拍掉了，被水拍掉了。加油！什么？我以为他出来应该差不多在这儿，结果还在那儿。现在孙杨已经到达终点，太快了，真的太快了，孙杨啊 ！Oh my god！ 好，亮亮到达。孙杨在这一轮的成绩呢？杨勇他32秒26，而亮亮是58秒32。他已经在起跑点，因为他在下面潜伏，不用手游的时候就已经很远，就非常快了。而亮亮可以说一出水就发生了泳镜不见了的脱落的情况。对啊，我跟你说，今天是泳镜救了你。好，第二轮上场的是 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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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发功！哇！好，这要再不赢，你要哭了吗？怎么可以这么欺负世界冠军啊！你现在眼眶都红了。好，加油！哦，这隔着各位，艾拉加油！门前大桥下游过一只鸭，快来快来数一数，2468。哇，你看下面那个圣徒。坚强啊，很厉害，加油。好的，立刻开始第三轮，上场的是陈艺茹，加油加油。第四泳道依然是孙杨，他这一轮只能用一只手游，这是他们平时训练的时候一种放松的方式啊。那我不知道他会有多放松。好，孙杨现在还在帮我们调机位啊。好，对，孙杨，你也太贴心了吧！现在陈艺茹已经准备好了，收起各位。双方几乎同时出发，加油！哇，哎，他其实很厉害，陈艺茹很厉害，哎，有机会，有机会。孙杨，哦，哇，出现了！哎呀，陈艺茹加油！陈艺茹加油！哎呀，孙杨又到了。好样的！哇！
孙杨这次成绩是30秒28，而陈亦如已经游到了40秒82的成绩，已经很不错了。可能对于孙杨来说，最难熬的是一个体力的连续消耗，这个跟你平时训练的强度相比是，啊，强度当然没有训练高，但是就这样来回这样子会很耗神嘛。我们耗的就是神，我们马上来吧，马上来。程炫已经过去了，现在程炫连擦水的时间都不给，加油加油，孙杨了。好，现在正在热身的是我们来自终结者队的李程炫。而第四泳道，我是我们没有给他一点喘息时间的孙杨，不让他休息。而这一轮呢，孙杨将用的是不用手啊，只用脚的游泳方式。其实这样看得我好心痛啊。是啊，李程炫有可能能够在孙杨体力消耗非常大的情况下能够赢这一局吗？各就各位，哇，程炫好聪明啊，学会了。他不在哪儿？好快啊！哇，程炫加油！程炫已经加油了，有机会，有机会，哇！现在李程炫要对抗的就是他的耐力，有机会，有机会，加油，程炫！哇！程炫加油！可以的，程炫！哇！快！有机会，程炫！有机会，有机会，加油，程炫！感受体育魅力，展现运动之美，欢迎收看浙江卫视大型励志竞技体育节目 Live 冠军。本节目由更健可更好喝的小样酸盐独家冠名播出，小样酸盐轻运动更快乐，安全更安心，双摄更出色。本节目指定手机360手机。有机会，陈帅，有机会，有机会，加油，有机会，陈帅，不要放弃，加油。很接近哎，太厉害了！陈炫也是差一点点，接近，就差一点点。我这快掉泪了，我。快快快，差一点，好棒啊，陈炫！陈炫有没有可能游到30秒、40秒内的成绩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已经是我们可以说是我们艺人当中游得非常漂亮的成绩了。好，孙杨是在没有手的帮助的情况下游到了38秒42。而程炫游出的是41秒48的成绩，双方差距非常的近，你真的差一点点，差一点点就赢了。我喝了很多水，因为我就看他在旁边，我都没有呼吸到最后，真的打乱了节奏，对不对？真的是很厉害，我佩服，真的是世界冠军。各位亲爱的朋友，四轮已经结束，现在只剩最后一轮。为了让冠军和普通体育爱好者之间的差距继续缩小，我们的节目组在除了给你们提供锦囊的情况下，还会有另外的特别装备。什么？好好奇哦。来，我请我的助理把我们的道具箱打开。哇，这是什么？首先，脚蹼，非常有用的一对脚蹼。脚蹼。另外一个很沉啊，小心。这是一个水下的推进器，不要忘记你们还有一个锦囊，我们有秘密武器。对，好，来，游泳健将上场。哇哇，先来，来，那个，来自我介绍一下，首先是这位小帅哥，来，你叫什么名字？顾康宏。顾康宏。康宏几岁？11。拿过什么名次吗？世运会第二。哇！下面是这位女生，给大家介绍，叫什么名字？王诗月。诗月，你几岁？12岁。你的最好名次是？
世运会第四。哦，厉害。我们的比赛就是由这边八位运动员加上两个道具，对，来挑战16个来回。孙杨，你怕了？你怕了？特别怕，特别怕，怕死了。好，你要不要这么怕？老亚乳酸盐来吧冠军，今天最后的一次真正的直接 PK， 也是我们终结者队最后一次挑战成功的机会。我们的400米，我们将会给我们终结者队三样保护你们成功的利器。第一，将会有两个道具。第二，我们邀请了两位优秀的少年运动健将。第三，孙杨的成绩有可能会比你们快1分钟左右，所以我们将会在你们比赛1分钟之后他才会出发，也就是你们已经领先了1分钟，所以普通人也有机会战胜冠军。有没有信心？终结者队我们能不能赢？好，准备，各就各位。非常的快，用了脚蹼之后，好，出发。陈天华，加油。现在孙杨是差一个来回，现在孙杨在第一个来回，准备喽，出发来，我们的少年出发了，在现在看起来几乎跟孙杨的速度有的一拼。Go!
现在孙杨已经把刚才一分钟的差距追上了。我这一次一定要跑完，要不然的话我就会浪费很多时间。加油，宋大林，加油！出发！出发！能追上吗，小男孩？加油！在孙杨面前，所有的战术一点用都没有。我可以输了比赛，但是我绝对不能输了体育竞赛。只要有一丝可能，我们就要去努力。张兰心，准备！张兰心，请准备。最后400米的团队合作的比赛，我觉得那时候真的蛮感动，团队大作战的感觉。不管你第几趟，你到底赢他还输他，你就是尽全力在游。好样的，来心！好样的，准备，走，出发！孙杨已经马上就只剩最后一个来回了。李承铉，李承铉加油！陈一如准备。我跟亮亮还有陈铉都是每人游3次25米，就各游了75米，真的有点累了哈。可是还是尽全力在游。亮哥这一道，孙杨已经到达了。我们的终结者队现在还剩下最后一个队长，我们的贾乃亮。只要有一丝可能，我们就要去努力。我努力了，我输了，但是我不后悔。如果我不努力，用尽我最后一个力，我回到家里，我一定会后悔。贾乃亮，加油！加油！到了！孙杨，你太变态！你怎么可以游得这么快？我都怀疑孙杨比他们少游一圈呢，感觉哈。但是我真的很幸福，何老师。怎么呢？因为我说，虽然我们输了，但是我们中国能有这样的一个变态的游泳健将，这个冠军简直，他一定是我们的国宝。当然，真的，我检验过了，何老师，我们孙杨太棒了，实至名归的冠军。好，来吧，冠军，请问今天谁是冠军？通过这几个游戏跟比赛，我深深的真的是佩服孙杨。我就觉得给他们这么难的一个困难，让我们至少有一点希望。但是我发现我们没有希望。孙杨实在太厉害了，他是一个真正的运动家。他有了这么多的荣誉，他又是世界冠军，他身上有这么多的光环，然后他又那么的谦虚，那么的可爱，那么的萌呆。我今天一开始跟他挑战的时候，我说我只会潜水不会游泳，但是我会保护您的。哇，真的这个男孩子好暖呢。孙杨入水了。你知道让我很感动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不会轻视我们，他也不会觉得这是一场游戏，他真的很认真在听规则。其实那个比赛我倒也没想太多，因为对于一个比赛来说，无论它是一个大比赛还是小比赛，对于我们专业运动员来说都需要去面对，而不是因为说对手他是业余的，我们就是以一种可能很轻松很藐视。我觉得这样，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一个对手的不尊重。我觉得就是我需要把我们作为一个运动员的精神展现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正能量。所以今天我觉得又上了宝贵的一课，让我知道说日后不管怎么样的工作都要用这种积极的态度，运动家的精神去面对。他真的是一个很棒、很谦和、很可爱的、很懂事的好孩子。谢谢孙杨，谢谢，谢谢我们亲爱的观众。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小样舞三元来吧冠军，希望大家共同期待我们下一期的来吧冠军。
哎 ，T-Man， 好久不见。这些年来，有时候会怀念我们俩一起奋斗过的日子，希望让更多的人喜欢上篮球这项运动。所以我决定邀请你来参加新节目《来吧冠军》，相信在这里，你们能和所有人一起分享你们的体育精神以及故事。你要做好迎接非凡挑战的准备。落地请开手机，我来请你吃上海最好吃的小笼包。You ready? Let's welcome EJ and Maddie.欢迎登录腾讯视频、搜狐视频、乐视、爱奇艺、PPTV 观看独家完整节目视频。欢迎登录蓝天下官网、新浪网、微博、新浪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网易娱乐、凤凰娱乐、新浪体育、搜狐体育、网易体育、虎扑体育、人民网娱乐、新浪网娱乐、光明网、国际在线、中国网娱乐、中国青年网、粉丝网、大公网。了解节目相关资讯，下载腾讯新闻客户端、网易新闻客户端、凤凰新闻客户端、搜狐新闻客户端、新浪新闻客户端、今日头条客户端、一点资讯、拉客等平台获取更多节目信息。感谢手机100多百度和800多百科。兴趣部落、QQ音乐、酷我音乐、美拍小花秀、秒拍、蜻蜓 FM、天籁 K 歌、快手、滴滴出行、搜狗输入法、印、中国移动新闻。早晚报的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